各位觀眾早晨，歡迎回到來開市錦囊的環節，我是曾小月，先跟大家跟進一下大市的情況。首先呢，就是 A 股方面，上證指數跌挨近兩點，報3114點，深證成指跌緊11點，報10806點，滬深300跌3點，報3351點，創業板指數跌挨近兩點，報2182點。港股方面，恆指最新跌26點，報23298點。國企指數跌18點，報9680點。大市成交47億。呢節嘅嘉賓咧，請嚟郭 Sir 同我哋繼續跟進咧外圍油價嘅市況噶。郭 Sir 你好。你好。今天先跟國瑞講講個油價啦。見到美國能源信息局咧，琴日就公布最新一個星期原油庫存減少66萬桶，係同分析師預期嘅增加40萬桶，以及咧石油協會星期二公布增加475萬桶嘅非官方數據咧，係非常之唔同噶。見到油價早段最多咧要跌2.2%，之後就重上翻50美元嘅關口啦。咁啊，國瑞，你又覺得短期？之內咧，油價能唔能夠守得住50美元關口呢個大關咧？其實咧，就油價咧大升嘅機會就唔係咁高嘅。咁啊，當然之早前產油國講緊咧係有個凍產嘅協議咧，就支持油價由40幾蚊一桶啊，直上到50蚊一桶。其實咧，呢個咁嘅上升嘅勢頭咧，純粹係因為咧市場一啲回補嘅買盤所造成嘅啫，同供求嗰方面咧，係完全扯唔上太大嘅關係。冇錯，凍產或者減產咧，係可以令個供應鏈咧係稍為減少。咁但係最終都要睇個需求噶嘛。如果經濟不明，需求持續都仲係低企嘅話咧，咁油價咧根本上冇條件大升嘅。再講咧，美國嘅頁岩汽油嘅開採成本係比較貴，有時可能接近55蚊一桶。即係話油價如果上升到呢個區間嘅話咧，佢多多有得俾你，咁變咗咧已經係有少少係封頂嘅味道噶啦。咁啊，直至到市場嘅需求係慢慢慢慢回暖，咁油價先至可以咧有一個上望啊，或者比較多幅度多啲波幅嘅上望嘅空間。但係而家呢分鐘係睇唔到嘅，包括經濟不明啊，其實嚟講好多方面，我哋都可以得到相關嘅數據，例如好似航運業而家嗰個叫做係運力都仍然過剩嘅，例如好似中國嘅出口咁樣以美元計咧，九月份跌咗10%，點解會跌咧？係因為外圍嘅需求放慢啊嘛。咁如果你話經濟持續不明，需求持續不明嘅話咧，石油嘅價格咧，其實嚟講咧，你通過人為嘅一啲因素而令到嗰個油價係斷定喺某個區間咧，呢個係可以嘅，但係亦都帶出另外好多問題。產油國咧各自有各嘅問題，包括咧好似沙地啦、伊朗啦、委內瑞拉啦，以至俄羅斯都需要係賣油啊，或者係俄羅斯賣埋天然氣咧嚟賺取個外匯噶嘛。咁如果你話咧，喺凍產嘅情況之下，能夠穩定油價咧，其實都唔係一件太壞嘅事情。油價一路跌落去，冇人有好處嘅。但問題就係你要刺激油價上升咧，最終都要睇個需求啊嘛。而家呢分鐘我就唔覺得咧會帶嚟太大嘅效益啦。咁至於857啊、883咧，大家要理性啲去睇睇。嗱，先講857先啦，陸上勘探石油同埋天然氣嘅。其實一年嘅低位同埋近期嘅高位或者早前嘅高位已經升咗50%啊！咁嘅升幅，我自己覺得咧喺一隻成分股嚟講唔算係少噶。至於883咧嘅反彈嘅幅度更加有成60%，所以而家呢一分鐘再追埋落去嘅話咧，真係做翻少少風險管理比較好啲。明白啦。咁啊，睇完嘅油價，同你睇一睇一啲嘅匯價啦。美元由高位就回落啦，市場關注聯儲局貨幣政策咧，會令到以及美國大選嘅選情啊，美元指數下跌0.99%，係報98.628㗎。美元指數呢個月以嚟已經上升咧，係大概係3.2% 㗎啦。上個月曾經係升穿99嘅水平。咁你又覺得美元短期嘅走勢咧，係咪都會依然強勢咧？仍然強勢嘅，因為12月份咧就講緊美國有機會加息啦。雖然咧我自己始終認為咧，以美國19萬億嘅國債嚟講咧，
加息與不加咧，其實咧問題就係佢每年咧，如果加息要俾多400多億嘅美金出嚟，咁有幾多錢嚟俾咧？所以我不覺得咧係有一個太大的需要去加息，況且而家全球冇通脹啊嘛。美國的通脹不外乎 1.3% 或者 1.4%， 歐洲啊怕通縮，日本一早已經通縮嘅啦。其實啊，全球的資金鏈供應是很充裕的，雖然美國沒有再進一步量化，但歐洲會嘛，日本更加持續量化，甚至乎中國亦都係不斷咁樣新增貸款。咁即係話喺資金咁充裕之下，而又沒有一個通脹嘅話咧，其實係冇條件加息，亦都唔需要加息。不過，既然聯儲局一路講咗話個息率係 要向上行嘅，咁要維持佢個威信，唔排除佢真係會加四分一嚟息。但係對資金市場有冇影響呢？對企業融資嘅成本有冇影響呢？係冇嘅，係完全冇嘅。咁啊，我唔覺得咧會對股市或者金融市場咧會帶嚟太大嘅一個衝擊。不過加與唔加始終係不明啊嘛，不明因素擺住喺度嘅，市場啊自必然就保守噶啦。直照你啊，加完啦，冇嘢咯，好似美國啊，早前都加過一次息啦，咁啊指數咪升到上18668點咯。其實啊，聯邦基金利率早前由零點二五去到0.25到0.5，發生咩事咧？美股一路升咯，升咗幾千點添，係咪？如果呢一陣再加多0.25厘，即係聯邦基金利率會去到0.25到0.5厘，咁又點樣咧？資金鏈是否有問題呢？沒有啊，咁啊，全球經濟仍然不明，量化仍然繼續，所以咧，我對12月美國加息與唔加息嘅睇法咧，其實我好持平噶。講真句啊，就算加四分一嚟息，對香港都冇太大影響。嗯，好啊，咁啊，睇完外圍情況，同國Sir睇一睇內地嘅大市啦。內地股市琴日就維持咧弱勢震盪，上證指數咧就係收市跌0.5%，就結束咗咧3年升噶。連日大升嘅煤炭股亦都回吐大跌啦。咁啊，有分析指咧大市咧係處於技術性嘅調整。咁國Sir咧，覺得短期後市係咪繼續係反覆震盪咧？我諗啊，上落幅度唔大咯，因為咧內地就始終嚟講咧，股市都仲係比較低迷啊。咁啊，一日上證指數仍然未能夠成功突破3140點咧，仍然係整固等變噶。啊，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就係，中央政府既然咧已經係出咗啲措施打壓個樓市嘅話咧，咁啊喺而家呢刻龐大嘅資金流咧，其實冇太多地方去噶。嗱，第一人民幣貶值嘅勢頭始終嚟講延續噶嘛。錢啊又要想走出去，但又唔俾走出去喎，而家規限你啊嘛，咁變咗咧啲錢喺裏邊咧就變咗困獸鬥啦。你買唔係話你唔想買樓啊，佢根本上唔俾你買，走出去又唔得，擺銀行息又少，人民幣又要貶值，咪焗輸。所以我到最撚尾咧，一定有一個脫口俾佢打出嘅，就係 A 股啦。咁啊，只要 A 股能夠有少少抽升，唔使多啦。100點或者80點，咁就已經夠啦，咁就已經有個技術上嘅突破，亦都可以匯聚到資金。你試下 A 股有一個苗頭係可以炒上去嘅，啲錢點會走出去啊？係咪？咁啊，加上咧就經濟嘅前景仲係不明噶嘛。如果你話未來一年要維持6.5% 嘅經濟增長咧，好老實講，真係要靠內需嘅。靠內需唔係你等個 A 股升翻一個幅度，咁自必然就有財富效應。就可以刺激個消費，有消費自必然可以燃點個內需嘅啦。其實內地嘅股市或者經濟以至樓市，全部都係睇政策嘅。好似樓市就係睇政策啦。早前咧一啲去庫存嘅就刺激到資金去炒埋樓市啦。佢又炒到咁上下嘅一個規條一出嚟，大家就冇得玩啦。呢啲唔係又政策事咯，係咪？咁啊，明年咧我自己對 A 股睇法咧，我睇得比較好嘅。咁啊，最終嚟講咧，一定可以向上突破，不過就唔會出現好似前年嗰種咁嘅衝高嘅形態嘅啦，因為一路都去供光啊嘛，所以升得嚟咧係會比較緩步嘅。嗯，好啊，唔該曬國Sir非常詳盡嘅分析啊，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先同國Sir做翻申報，頭先提及過嘅股份或者指數相關資產，你有冇持有？係冇嘅。多謝曬國Sir非常詳盡嘅分析，我哋先休息陣，轉頭翻嚟會有即時攻略嘅環節，轉頭再同大家見面啦。